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颗只有。今天我要吃披萨，还有蛋挞和鸡肉条，还有洋葱圈。我先掰两块给我妹，开一瓶可乐。没有买到无糖的，罪过大了。点的是芝士味的，前几天点的都是榴莲的，今天想换一换。这个芝士的超好吃，它是有那种可以拉丝的皮，然后里面是真的有酸奶，芝士酸奶，它洗了手的，超级好吃。这个蛋挞烤的有点焦了，但是这个蛋挞非常香，还热乎着，很嫩，它这个里面。蛋挞好吃，特别的脆，但是它里面很嫩。这鸡肉条还不错，吃这洋葱圈，忘记上次吃它是什么感觉了。可能掰了放在里面，也跟它鸡肉条好像有点像，味道一样的，多了一点洋葱碎在里面。酸奶的就是酸酸甜甜的，这个皮不会腻，每次吃个皮都觉得很香。蛋挞外面是好像脆的，外面是酸奶。这两天都在打工，就是给别人打外卖的那种包，还有忙着填志愿的事情。再尝尝它的味道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，感觉两个是一样的。真的，这蛋挞里面真的超级嫩，你倒一口。啊，嫩的我拿不起来了。这酸奶还有点流动性，你想用芭比的时候最少都有可想要留着给芭比娃娃当桌子用。披萨看到字最后一块披萨没了，本来就不是很大的，然后还分给了我们两块。我真是一个好姐姐。最后一个鸡柳条，今天是不是吃的有点少？好像没吃什么东西啊，哎呀，应该是那两块披萨的问题，不该给他的。这星期老是想着给了他两块披萨。哎呀，不是无糖的就感觉罪过罪过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